前有一个任务要做，就是我今天要 pray 我的儿子 Kingdom 在爸爸，我要怎么 pray 他呢？他现在就在客厅看电视，我在客厅呢就已经装了一个 camera 了，你们看。我要怎么 prank 他呢？我跟朋友借了这个暴龙，暴龙装，暴龙装就是那个 dinosaur。我现在就准备穿这个暴龙装，然后就出去 prank 他。这是个暴龙装，你们看过吗？然后它里面有这个喽，你只要一开了，还有一个风扇，它就会像风一样。惨了惨了惨了 Kingdom 在开门要进来，他开门要进来，不可以给他进来，给他进来就碰不到了。老婆不要给他在这里，我现在不可以出去先，因为去客厅有一段路，那段路我没有放到camera， 所以如果现在出去也吓不到他，要等他回到去客厅先。哦，他已经回到客厅了。这个呢需要夹在这边，所以可以随时开关。我要进去了，拜拜。现在呢就是要等他变一个暴龙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任务开始。It's a prank, yeah. Kiss, kiss. 等等，你传到。OK， 所以这个 prank 就到这里啦。Bye. Yeah. Kingdom 贼是不是很可爱？偶尔吓吓自己的孩子是没事的，所以不要担心，他今晚肯定睡得很甜。这个二整 prank 的 video 你们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的就是小孩子再怎么害怕都好，他们要找的都是爸爸，爸爸爸。所以做父亲的要给小孩子多一点安全感。我们做爸爸的从早上就上班到下午五六点，有时候可能要 OT 晚上才回到家，陪孩子的时间就是晚上那几个小时就要睡觉了，早上那几个小时，所以有时间就多一点跟孩子有互动，跟他们一起玩啊。到了周末可以放下工作的话，就多陪陪孩子。我觉得陪孩子们成长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。然后有把影片看到这里的
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题材，还有什么 prank 想要我拍出来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 comment。然后祝你们有个美好的星期天，还有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哦，拜拜，下一个影片见。